请问什么是医生？我们所有人的归宿最终都是火葬场，所有人都在路上排队。医生的作用是防止有人插队，时不时的从队伍里把人拎出来往后排一排，当然也有拎不动了就只能随他了。那你能总结吗？少吃肉多运动，不然医生拎不动。哎呦我的妈！请问你觉得金钱重要还是健康重要？这么跟你说吧，钱再多也抵挡不了死亡，长得再漂亮也讨好不了阎王，势力再大也躲不过生死离别。所以说人这辈子看开点，看透点，看淡点，因为活着就是胜利，挣钱只是游戏，健康才是目的，开心快乐才是真谛。好好善待自己，我们的零件很贵，而且还不好配，最重要的是还不一定有货。哎呦我的妈！请问你知道什么是人生三大桌吗？知道，出生时摆一桌，结婚时摆一桌，死的时候摆一桌。第一桌不会吃，第二桌没空吃，第三桌别人吃。哎呦我的妈！